台北市立委补选落幕，国民党的王鸿薇胜选，而民进党的吴怡农是只输了5000多票。2024有没有机会再跟王鸿薇来对决呢？吴怡农是没有把话给说死。不过，民进党从九合一大选到北市立委补选接连落败，党内检讨和内阁改组的声浪不断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还被批评恋债。不过，他的女儿立委苏巧慧则是为苏贞昌抱不平，说他挡子弹还要被说恋债。车队扫街向选民谢票，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吴怡农虽然落选，但九号一早就赶紧展开谢票，而胜选的国民党王鸿薇则规划10号开始谢票行程。不过这一次选战，吴怡农才小输5000多票，2024王鸿薇吴怡农是否可能再度对决？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好，他们一定会愿意再给我机会。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会把谁去当假想敌，还是非常恭喜他刚刚败选。那所以今天的第一步，当然还是谢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。是否再战2024，吴怡农没有把话说死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则肯定吴怡农的努力。但民进党从九合一大选、嘉义市长选举到北市立委补选3连败，苏贞昌不断被批评恋战，苏巧慧抱不平。在这样的时间、这样的选区啊，拼出这样的成绩，难能可贵。不过我们也是对于这样多的选民支持而没有办法赢得胜选，觉得很对不起，也要好好检讨，还要再加油。院长从政40多年，其实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保家卫国、护台佑民都是他的信念。那真的是没有看过挡子弹还要被说恋战。至于近日苏贞昌宴请官员及公务人员被解读是毕业餐会，苏贞昌说年终岁末聚餐是肯定同仁辛苦，同时叮咛同仁在春节期间仍要坚守岗位为国立民。记者吴家宝、张子佳、王新忠、欧云荣、谢振林台北报道。